ようこ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へようこそ。君、力が欲しいか？あ、チャンネル間違えた。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も一緒に楽しく勉強しようね。今天也要好好学习，多多投資哦。はい、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じゃあ、今日の授業、始まります。好，那虽然今天非常的这个命运多舛，就卡了很久，那我们还是赶紧开始今天的课程。不过今天内容不是特别多，应该不会拖堂太久。啊，又立了一个奇怪的 flag。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啊，对对对，作业差点又忘了，每次都要同学提醒。好，我们上次的作业，上次作业也比较简单，我发现大家都，这个非常顺利的就回答正确了。那个，看来下次还是要给大家多挖一点坑才行啊。嗯，好。上次的作业呢是两个，第一个呢是質問に答えなさい，質問に答えなさい，回答，请回答这个问题，请回答下面的问题。この標識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この標識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那如果是考过驾照的同学一定会很清楚。这个啊，因为我们都会考这个认路标，对不对？那其实一般应该都知道啦，这个呢就是不允许左转的意思，不允许左转。那么不允许左转怎么说呢？可以用像这种请不要什么什么，我们一般把它作为一个引用的时候，一般会用哪尼哪尼哪这种比较，用命令型，用它的命令型，或者是它的命令型的否定型。那命令的否定型，请不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引用这样的一个话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用那个原型加哪的形式，原型加哪。所以一般我们会说この標識は左へ曲がるなという。意味です，或者左に曲がるな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地方的助词都可以。嗯，この標識は左に曲がるなという意味です。好，那就是什么什么は什么什么という意味这样的一个表达。嗯，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使用，还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说法。那么禁止左转这句话呢，其实还有一个像标语一样的一个说法，叫。左折禁止，左折禁止。嗯，所以你也可以说この標識は左折禁止という意味です。嗯，おかしい。一旦戻かみだ。おかしいおかし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日本語に訳してください，请翻译成日语。地球太危险了，我们一起逃到火星去吧。地球，首先地球太危险了。地球は危ないです。地球は危ないです，对吧？或者有同学还把这个太给翻译出来了。啊，不拿すぎる，非常好。这个すぎる我们学过吗？我有点忘记了。这个一形容词把一变成すぎる呢，是表示太过于什么什么的，太过于什么什么。所以啊不奈变成啊不拿すぎる，就是说太危险了，过于危险了这种感觉。地球が危ないですから。你看这里虽然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的一个关联词在这里。没有写因为地球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去火星吧，虽然没有这种因为所以呢，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看一下其实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因果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去火星呢？是因为地球太危险了。所以这两个句子小句连起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个因为所以的这样的一个关联词把它连起来。地球地球は、もう地球がば、地球が、危ない、ですから、ですから、对吧？或者から、你如果不用这个ですます形、你用长体的话、地球が危ないから、那、一起逃到火星去吧。一緒に、
せ。に、一起逃去吧。に、逃げる、对不对？逃げよう。うん、一緒に火星に逃げよう。或者火星へ逃げよう。都可以。一起逃到火星去吧。好，这个逃げよう呢，就是逃げる的一个意志型。那么这在这里呢，它就可以表示邀请对方、劝诱对方一起做某件事情。一起逃到火星去吧。一緒に火星に逃げよう。嗯，好。那么这个大家其实做的都蛮对的。那我随便找了两个同学的一个答案。この標識は左折禁止という意味です。然后、地球は危険なので、みんなで一緒に火星へ逃げろよ。这里的呢就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逃げる、逃げる。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意志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它是一个一类动词还是二类动词。很容易混、很容易变成ろよ。嗯、这里是逃げろよ。因为它是一个二类动词。二类动词。嗯，好，所以这里是把 lu 去掉，加上 yo， 而不是把 lu 变成 lo。OK， 那逃げよう、逃げよう，记住。第二个，この標識は左折禁止という意味です。嗯，啊，大家都很好像很熟悉一样的使用了，非常熟练的使用了这个禁止左转的这样一个标语哦。为什么你们这么熟练啊？你们是左转了多少次啊？那。其实我比较我预想的是大家会使用左に曲がるな，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这样也可以。好，地球はとっても危ないから，とっても，这个とても这个同学也是非常熟练啊。とっても，如果它中间加一个促音とっても的话呢，它是一种口语的说法，とっても这种感觉，とっても、とっても。好，所以とっても危ないから一緒に。火星に逃げよう。这个火星文用的非常熟练。好，非常的好。满分。对，各种熟练啊。好，看来这个上回的作业大家都完成的非常的好。Yes， 我非常的高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为啥不能用 ので？ 可以用 ので 呀。也没有说不可以用 ので。但是我一般我使用的一个习惯是，后面如果有这种比较强烈的这种情绪的表达的话，我前面会用 から。因为我上节课也讲过了， から和 ので 它的区别是什么，大家再回忆一下。から它是有带有很强烈的一种情绪，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在里面的。而 ので 呢，有一种非常高冷的感觉。一种很冷冰冰的这种例行公事的这样一种陈述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啊。那我们在表达一个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比较冷、比较高冷的这个 ので 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在商务场合、在工作场合，我们经常用 ので 来陈述因果关系。那平常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呢，用から比较多。所以这种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情绪比较激烈的一个台词了，对不对？太危险了，我们快逃吧！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比较个人感情色彩比较浓重的一个因果关系？这个时候我觉得用から可能更加的贴切一些。当然用 ので 语法上说也不算错啊。OK， 好，那么我们看今天的单词。好，前面几个呢基本前面六个单词都不用记。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第一个单词是ボタン。ボタン。ボタン。就是那个英文的 button 嘛。button 的话它可以是按钮。有一个我按下这个按钮你们就会爆炸。这个按钮。ボタン。还有就是那种扣子。扣子也是ボタン。其实还是可以算是一个常用词。ボタン。OK， 那ボタン它如果作为一个按钮的意思呢，我们经常是有摁下这个按钮这样的一个表达，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会有一个印象。ボタンを押す，ボタンを押す，ボタンを押す。
好，那如果是这个扣子的意思呢，比如说扣子掉了，那么我要把这个扣子缝上去，ボタンをつける，把什么东西啊粘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面，つける，ボタンをつける，ボタンをつける。你的扣子掉了，ボタンが落ちる，ボタンが落ちたよ。嗯，啊，ボタンが取れた，一般我们会讲。取れる，嗯，一般用这个表达。ボタンが取れたよ，ボタンが取れたよ，就是你的扣子从一个粘在他身上的东西上掉下来了。我们这个一般叫取れる。好，胸针叫做ブローチ，ブローチ，ブローチ。嗯，那ブローチ也是挂上去，つける。ブローチをつける，ブローチを胸につける，把胸针啊，这个应该叫什么？安到这个胸上嘛？安到胸上，好奇怪的样子。这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总之把胸针这个挂在这个胸前，ブローチを胸につける。嗯，基本不用了。好，接下来是这个窗帘，窗帘，カーテン，カーテン。カーテン，打開窗簾。カーテンを開ける。カーテンを開ける。カーテンを開ける。え？開開開ける。カーテンを開ける。カーテンを開ける。好。那这个也是 curtain 这个词用的还算可以吧，还算多啊。那接下来这个词基本上是用不到了。接下来这个词是混凝土、水泥的意思，叫做 concrete， concrete， concrete。但这里有一个小知识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汉语中的混凝土这个词呢，它是由日语中的这个 concrete 所因变而来的，它可以说是混凝土是 concrete 的一个外来语，就是混凝土为什么叫混凝土呢？它是由这个 concrete 这个词，转化而来的。嗯，你看空就混，日语也读作空嘛。我有点忘记了是从英文中来还是从日文中引进的，因为我们近代的很多词，像什么科学啊、技术啊，包括很多专业用语、医学的一些用语啊，这些词你会发现和日语的说法一样，对不对？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術，这些词其实都是日语传过来的。我们以前在我们大天朝以前非常的鼎盛的时期，唐朝啊、隋朝啊，是我们的文字传过去。那么近代呢，这个日本发展起来以后，他们也有很多词传到我们这里来，这个可能是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然后这个混凝土算是其中的一个。好，那么接下来，塑料，塑料这个词呢叫做 plastic， plastic， plastic。嗯，这个词也是英文嘛 ，plastic。那么这个词呢，也没有什么记得必要。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出了一道题，让我们口语老师出了一道题，然后要我们辩论这个塑料袋是用还是不用好呢？那 plastic 当时就背了一下这个词。好，那 plastic 就是塑料袋。顺带讲一下这个 plastic， 这个它是 plastic， 应该是 tic 结尾吧，其实我不太熟啊。那这个词呢在日语里一般就是何何何 chic， 这样的一个说法。romantic 还有 romantic 表示浪漫的，因为这是本来就是一个词尾嘛。那浪漫也是 romantic， romantic。 嗯，其实都是什么什么 tick， 它都是 tick 结尾。不过现在也有一种，也有人不读这个 tick， 可能就觉得这个发音连跟这个 tick 有点远。那么现在也有人读成 tick， 多了一点 tick， romantic，
romantic 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人说 plastic 应该不会有人这么讲啊那么也是正确的，因为外来语其实很随意的。好，那么接下来翡翠基本上也不用记 hisi 好，那我们跳过。接下来服务中心 service center service center service center 也是外来语啊，前面七个全部都是外来语，1、2、3、4、5、6、7。那它不仅是维修服务中心，还有其他的很多服务也是可以的哦。service center 就是服务中心的意思嘛， service center。 好，接下来会员会員会員会員比如说会员卡会員カード，对不对？会員カード。那现在记单词其实很多词都很简单了，会和员我们都会读，会读作会員員店員，对不对？社会会社会員カード会員カード。还有什么会員クラブ会員俱乐部会員クラブ会員カード会員卡。好，接下来是特点。这个特点大家买经常喜欢买手办啊，买什么游戏的同学应该很熟悉了。一下子这个什么口袋妖怪什么什么特点，春季特点又出来了，给你打折。那么这个特典呢，就是优惠的意思。特典特典特典特点。好，接下来洗手间お手洗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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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洗手间的意思。那它跟这个トイレ它们其实表达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但是お手洗い就要更加的文雅一些，它就有一种我们叫洗手间这样的感觉。那么トイレ给人的感觉就是厕所。还有这个如果在银魂里的话，就大家就非常粗鲁说茅厕，茅厕就是卡哇亚，但是茅厕就非常粗鲁了一般老头子才会说。那一般呢我们就是お手洗い或者トイレ。然后我有点不太理解，就是日本有一个姓氏叫做御手洗，看上去非常的高端，但是就是洗手间啊，他就姓洗手间，就有一点有点尴尬。好，那接下来階段表示楼梯的意思，写作阶段两个字阶段不是阶段的意思，是楼梯的意思。好，叫做階段階段階段。日本有一首很有名的歌，里面有句歌词就是这样子，大人の階段登る君はまだシンデレラさ。大人の階段を登る就是登上大人的阶梯，就是指从小孩转变为大人这样的意思。大人の階段但是大人の階段登る这个歌词里意思是他比如说成人长大了20岁了，从小孩变成大人了。但是一般日本人平常讲我大人の階段登る，他指的是告别童真的意思。好，那么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了解一下就好。那么接下来以后我顺便讲一下这个上楼梯跟下楼梯怎么说。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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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师毕业典礼，そうです，就是告别魔法师的意思。階段を登る，階段を降りる，降りる，降りる，中间有没有り来着？有。階段を登る，階段を降りる。但是登る它有时候会写升，但一般用上比较好。階段を登る，階段を降りる。就是上楼梯，下楼梯。接下来以后
叫做一口一口一口。这个一口呢，它指的是那种比较郑重的比较书面语的一种之后的表达，之后。那一般前面呢会有一个，它直接会当成一个像类似于结尾词的一种感觉使用，比如说从那之后，それ以降，这样子，直接前面加一个名词，然后加上以降这样的一个表达，就表示什么什么之后。那这个表达大家主动使用的机会，我估计是没有什么机会的，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什么什么以降，你知道是什么什么以后的意思就行。主要是看到它能明白。好，接下来是旁边。旁边，我身边这个意思，身边。soba soba soba。 这个 soba 比较强调的是这个人，像我们学过很多旁边嘛， tonari tonari 是没有方位的，这种只要是边上就是 tonari。 那 yoko yoko 是写的横字，它是比较强调的是那个啊，这个平行的这个 yoko 左右。那么 soba 呢，就有一种啊，一般用在人的身上，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ずっとそばにいるよ。ずっとそばにいるよ。有种比较强调人的身边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你用横和隣都不能表现出这种身边的那种感觉。好，那么そば，记住这个词啊，经常你听歌的话经常出现的。そばにいるよ。そばにいてね。好。乒乓球台，卓球台，卓球台，卓球台。卓球，我们刚刚学习的表示桌球的意思，后面加一个台，台呢读作台台。以后我们会学到关于其他的这个台，比如说台所，台所就是厨房的意思，台所。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同样是读作台，所以。台一般都是读作台，这一点可以稍微记一下。所以卓球台就是乒乓球台的意思，乒乓球台。好，我们小时候基本小学都有乒乓球台吧。大家的学校里有没有乒乓球台？我记得小时候没有别的玩的东西，小时候就是打，小学就打乒乓球，上了中学就开始打篮球什么的。对，最近乒乓球也非常的流行啊，像福原爱啊，还有大魔王突然火了起来。萌萌哒。好，不过我爸打乒乓球挺好的，但是我没有得到他的真传，打得特别烂。よし，じゃあ次。大小尺寸，那其实就是英文的那个 size。size size size。比如说这个大小不合适， size が合わない。 size が合わない。 合う就是合适嘛，合わない就不合适。 size が合わない、不能合起来。 size がちょっと大きい，尺寸大小有点太大了，尺寸有点太大了。 size が大きい。好，那么比如 M 码 M size， L 码 L size， L size， 对吧。好，那么这个是 size 的用法。好，接下来是人类，人，人間，人間，人間。人这个词我们还学了人，人，人的话呢，它就是人的感觉。人間呢，有一种强调人的这个人类这样的一种种族，而不是它不是猫猫，不是狗狗，而是人类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说人間。不过呢，有时候也会用在ダメ人間之类的一种人的一种属性。ダメ人間就是废柴嘛，废柴。ダメ就是不行的，所以ダメ人間就是废柴的意思。还有比如说喵星人会说愚蠢的人类啊，愚かな愚かな人間め。
愚卡就是愚蠢的意思。me 呢，它加在一个名词后面是表示轻蔑的意思。嗯，所以你可以说 yoko me， 就是叶子，你这家伙，你这个混蛋的意思。所以 愚卡的人間め，就是愚蠢的人类啊。好，那么就是人間表示人类的意思，人类这个种族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白鸟、天鹅、白鳥愚蠢的哦豆豆，愚蠢的哦豆豆，这到底是哪里的台词？为什么这么耳熟？好，白鳥，白鸟，白鸟就是天鹅的意思。那天鹅，大家现在，我感觉这个，自从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黑天鹅》火了以后，大家还蛮喜欢用这个片假名，用外来语来说这个词的，就是 swan。Swan 也是天鹅嘛。好，接下来电源 ，Dengen。原来是火影里的。我后面自从这个佐助跑到那个叛离村子以后，我就没再补了后面。所以后面有点梗有点不太清楚了。好，那么 Dengen 呢，我们记两个表达，一个是 Dengen， 一个是接上电源，叫做 Dengen を入れる。另外一个呢是 Dengen を切る。一个是接上电源，插上电源，一个是切断电源，也就是一个是打开电源，一个是关闭电源的意思。比如说，パソコンの電源を切る，パソコンの電源を切る，就是关掉电脑的意思。好，接下来，西瓜，スイカ，スイカ，スイカ。スイカ，关于西瓜。还有两个可以讲的事情，就是一个是日本人呢，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就有海嘛，然后他们很喜欢在海，他们很第一首先很，他们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去海边，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海岛，所以呢，他们夏天的时候都会去海边，玩，然后呢，这个海边呢，他们会有一个活动，叫做スイカ割り，スイカ割り，スイカ割り。这样子，然后有一个人蒙着眼睛，他会拿着一根棒子，然后他比如说原地转两圈，然后让他就是走到这个蒙着眼睛走到这个目的地，然后啪把那个西瓜这样砍开，这个叫做。スイカ割り，割，スイカ割り，スイカを割る，把西瓜切开，スイカ割り，好，这是日本人比较喜欢玩的一个夏天的一个游戏一个项目。然后这个西瓜这个砍开以后呢，就大家可以围在那里吃西瓜，スイカ割り，确实有点像忍者神龟啊。这个头带画得太像了。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人吃西瓜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西瓜如果你在上面撒一点盐的话会更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没有试过，大家这个夏天很快就到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告诉我是不是真的。日本人，如果你会在动漫里偶尔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端了西瓜上来又端了一碟盐上来，是让你撒在西瓜上面去充分的提取它的甜味啊，是真的呀。下次我也试试看，终于可以解救那些不甜的西瓜了。好，接下来动词摁挤然后推，都叫押す，押す，押す，
谁说要往西瓜上撒辣椒粉，太可怕了。嗯，押す，那么刚刚也讲到了摁这个按钮，押す，ボタンを押す，ボタンを押す。还有啊，我就想脑补那个就是这个满员电车上面嘛，就早上高峰期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往那个地铁里挤嘛，挤不进去的话列车员就会把你挤进去。嗯，人をちょっと中に押して押します，那这个时候也是押す。嗯，还有那种你比如说你走在那里跟你自己一个人在走着，突然后面有人要挤你，你很不高兴，不要挤我，不要挤我啊，押すな，押すな，不要挤我，押すな，但是这是比较凶的说法啦，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动词原形后面加な表示禁止，别推我，押すな，押さないで，你如果想要礼貌一点 please don't push me， 就是押さないでください。好，灯亮，这个是つく，つく，つく，这是一个自动词啊，你看它翻译成灯亮，灯开，所以前面一般都是灯，一般我们其实就讲電気就可以了，電気，電気が，電気がつく，就是灯这个一下子亮了起来，叫電気がつく。比如说哎呀我的灯怎么都不亮，電気がつかない，電気がつかない，電気がつかない，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停电了，停電のせいかな，電気がつかない，不知道是不是停电了，这个电不来呀，灯不亮啊，電気がつく。好，那つく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多义的一个词，然后它也有很多的写法，那这里是其中的一个意思，大家可以先记这一个。接下来哇，怎么还有这么多，下降，降低，叫做下がる，下がる，下がる，下がる。下がる呢，指的是这种降低的这样的一种意思。比如说，気温が下がる，気温，气温，気温が下がる。再比如说。大家喜欢想给自己的这个 AKB 自己喜欢的成员投票，然后呢，有的成员这个排名下降了，排名叫順位，順位が下がる，順位が下がる，就是指排名下降了的意思。順位が下がる。好，接下来生气，怒る，中间是こ，怒る。但是我读起来可能会听上去像浊音。怒る，啊，そうです。怒る。怒っています。彼女が今怒っています。他现在非常的生气。彼女が今怒っています。怒る。怒る是一个自动词。那其实以后我们学到这个被动态的时候呢，会学到。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誰誰に怒られる，是表示被某人责骂的意思，这是一个被动态，被某人生气了，被某人生气就是被他责骂，被他责怪，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指他生我的气了，这样的意思。好，那以后我们学到被动态的时候会重点再讲，在这里先给大家有个印象。好，接下来是回す，回す就是这样子，转动的意思。ペンを回す，转动的就是笔。ペンを回す应该是这样子。哎哎，ペン回し，哎哎呀，这就是ペンを回す。OK， 转动某个东西。那转动某，除了这个转动某个东西呢，它还有这种把某个东西这样传阅。比如说老师拿了一份这样的一个复印件 ，printo， 一张复印纸，我们叫 printo， 就复印出来的东西 printo。ちょっと回して，回して。那
就是 你们把这个东西传阅一下，这都回して，那你看完你给别人，别人看完再给别人，这个也可以叫做回す。嗯，其实也是转一圈嘛，只是人转一圈而已。好，那这是一个他动词哦，它的自动词是回る，对吧？回る，它他动词是回す，何々を回す。OK， 接下来动转动运动叫做動く，動く，動く，这也是一个自动词。说到这个词，我又想起了这个佐助的一个经典名言。大家如果看过《Naruto》的话，他在很开始的一个时候，就是白河再不斩的时候，这个佐助不是帮那个鸣人挡了一枪嘛，然后身上扎满了刺，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经典。佐助拿着刀就问他，なんで，为什么要为了我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佐助就说，知るかよ，我哪知道，体が勝手に動いちゃって，体が勝手に動いちゃった，就是我的身体，它是不受我的控制的，这样去运动了，就是我身体它自己这样动了起来。勝手に体が勝手に動いちゃった。那这个时候，就是動く，表示身体这样动的意思。動く。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警察，我在追犯人，不要动。動くな。動くな。不要动。嗯。動くな。好，那么接下来，存活生存，生きる，生きる，生きる，嗯，生きる，嗯，看到这个词，我又想起了 Robin 的那一句，生きたい，对不对？我想活下去，生きたい。那么这个生きる就是活的意思，活。生活生存活下去，生きる。はい、じゃあ次、下来、降りる、降りる、降りる。嗯，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下楼梯、階段を降りる。那其实我们以前讲那个降りる的时候，我们学过一个降りる，就是这个降字，对不对？降りる。其实基本上可以通用，这两个词基本上可以通用，所以我一般都不太写汉字，我直接写假名，或者我一般写这个降字用的多一些。其实差不多，但这个下的话它比较限定于那种从某个叫什么来着，就指工具，移动交通工具上下来，バスを降りるとか地下鉄を降りるとか、車を降りるとか、降りる。从某个地方下来、階段を降りる、下楼梯。好。接下来、整理汇总、叫做、まとめる。まとめる。まとめる。はい。以前我们学了一个、小野嘛，小野跟那个这个小李去买东西的时候，他说我会在这个打折的时候一起去买。まとめて買います，对吧？我会在打折的时候，バーゲンの時まとめて買います。那时候的这个まとめて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这个まとめる的贴形。まとめて買います，我会汇总在一起去买。那まとめる它平常直接做一个他动词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比如说整理资料，把这个资料汇总起来。資料をまとめる，資料をまとめる，資料をまとめる。或者授業の要点をまとめる，把这个上课的要点给总结汇总起来。まとめる，它如果一定要写成汉字呢，它写的是一个缠字，缠在一起，纠缠的那个缠字，所以你也可以从这个缠字这里可以体会到它的这个まとめ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动作。好，まとめる表示总结汇总的意思。よし，
那接下来死机フリーズするフリーズするフリーズする就是英文嘛 freeze 那么 freeze 我怎么读起来跟这个跟日本人的英文一样了就 freeze 了やばいやばい freeze OK 那么这个就是冻机死机的意思 freeze する freeze する OK 接下来是故障故障する对最近在播这个请让我叫你岳父大人这里面男主角就是电脑经常 freeze します所以女主角会去帮他修电脑那么记住 freeze する就死机好故障する故障する故障する故障其实就是故障啦它是一个自动词パソコンが故障しました那这个比壊れました相比起来呢就有一点比较正书面语的感觉然后它也可以当故障它单独可以拿出来当一个名词使用故障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形容词美丽美し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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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丽的意思那么大家可能又要想那么跟綺麗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大家可以直接从翻译上去区别美しい是美丽綺麗是漂亮这样理解就行了那所以美しい呢比较文雅一点的感觉なんと美しい女性なんと美しい景色都可以接下来是好吃的或者是高明的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了うまいうまいうまい好うまい那吃东西うまいうめーまいうーうまい好吃うまくできました做得非常的顺利うまくできました好那这个词不多讲讲过很多次接下来详细詳し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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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个资料做得非常详细啊詳しいですね但是一般哦詳しい这个词呢有这样的一个用法何々に詳しい何々に詳しい就是对某个东西非常的无所不知的这种感觉对某个领域无所不知对某个领域非常的了解的非常详细比如说ACG 你詳しいアニメに詳しいとか アニメに詳しい日本のアニメに詳しい就是对于日本的动漫非常的了解日本のアニメに詳しい日本のアニメに詳しい。はい、那么还有，待会呢我们会学到这个，一形容词它做副词使用的时候，什么叫做副词使用呢？就是副词就是修饰动词，修饰动词。所以这个用一形容词来修饰动词的时候呢，把一变成く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比如说。詳しく説明してください。はい、じゃあこれについて詳しく説明してください。那么关于这个呢，请你详细的说明一下。はい、詳しく説明してください。詳しく説明してください。请详细的说明一下。好，那这是詳しい。接下来，自由的，随便的，自由，自由，自由。G 和 U 一定要分开读哦，自由，自由，不要读成 ju 了 ，ju 那是十，自由是自由，自由。
给予。这个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在看那个很早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看那个日剧《魔女的条件》的时候，那个是松岛菜菜子和龙泽秀明主演的一个关于反差年龄师生恋的一个故事。自由な国へ行きたい。自由な国へ行きたい。他说我想去一个自由的国度。自由な国へ行きたい。自由。那自由是个二类形容词，所以它后面加这个国这个国家国度的时候呢，前面用那来连接。自由な国。自由な国。请你自由的飞翔。那么自由的飞翔啊，待会我们会学到这个自由，同样的二类形容词，它用来修饰动词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在这里讲一下，后面加你就可以了，所以是自由に，自由に，飛んでください，飛んでください，怪怪的，自由に什么什么，自由に使ってください，请你自由的使用，随意使用，自由に使ってください。不自觉的唱了起来是什么？好啊，自由に飛べ，自由的飞翔，可以。那个在我的心上，难道是那个歌唱了起来吗？我可不是那个呀。好，那接下来，细心的、仔细的、非常耐心、非常恭敬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是丁寧、丁寧。丁寧，那上节课我们也讲过了啊，非常耐心细致的教大家日语，丁寧に日本語を教える。那这个是丁寧，那丁寧单独拿出来，你后面不加你的话，它是一个二类形容词，所以它后面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它是中间加な，丁寧な口を聞く，比如说，口を聞く就是指说话的意思。丁寧な口を聞く就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这样的措辞说话 ，OK， 对，好，接下来副词きちんと，きちんと，きちんと，这个きちんと呢，它基本上它的意思和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个ちゃんと是一样的，就是好好的、正经的这个意思。那么它更有一种一丝不苟的感觉，一丝不苟。比如说部屋をきちんと片付ける，部屋をきちんと片付ける，是指把房间收拾的一丝不苟的把它收拾好，收拾干净，有这种按部就班啊，好好的完成啊，一丝不苟的这种感觉。 OK， 你把它跟那种一丝不苟这个词 联系起来记忆，你就会了解它的到它的一种使用场景。好，きちんと是一丝不苟的去做某件事情的意思。接下来ただし，ただし，ただし，ただし这个意思你看它是不过只是的意思。那么它用在什么时候呢？它一般我们会翻译成不过，但是它用的场景非常重要，场景使用的场景，它用在什么时候呢？它用在附加一个条件的时候，附加条件，补充说明的时候，比如说本店每周五半价，本店每周五所有物品半价，但是呢只限女生。那这个时候呢，补充说明，ただし女性のみ，女の子だけ。那这个时候附加条件。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书上的例句，这个 sports center 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呢是要花钱的。このsports center は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を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ただし、有料です。ただし、有料です。不过呢，是要花钱的。ただし、有料です。OK， 那这个ただし，它跟其他的でも啊什么的，
这种单纯的这个转折比起来呢，它的使用上是一定要记得，它是用在附加一个条件的时候，附加一个条件的时候。口语中可以把这个西去掉，ただ也是可以的，ただ有料です。OK， 那么接下来，しかし和 demo 是一个意思，它就是表示单纯的一个转折的意思。しかし，但是しかし呢，它是比较郑重的，比较郑重一些的说法，比起 demo， 它是比较郑重一些，它比较的书面一些。しかし，所以比如说商务谈判的时候，你用 demo 就显得有点轻浮，用しかし，才显得够郑重。しかし，好，那么接下来不舒服，気持ち悪い。気持ち悪い。気持ち悪い就是好恶心，好想吐。気持ち悪い啊，这个叫気持ち悪い。但是也可以形容一个人啊，这个人哎呦，满头一头的油，然后衣服好脏，这个袖子上都是鼻涕。気持ち悪い。気持ち悪い。这个可以表示这个気持ち悪い。好恶心哦，感觉。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会直接把它省略掉，省略成哪儿去了？啊，你就是这样子啊？不见了？要不然我开个新的吧？ちょっと待って。年轻人会直接说キモイ、キモイ、キモイ。对。有写成这个片假名的 Kimoi， 就是 Kimochi Warui 的意思。Maji Kimoi 啊，好恶心哦。好，那接下来什么什么 Metor， Metor 就是米嘛，比如说100米， 100m， 100m， 100米，1米， 1m， 1m。 好，这是数量词米。还有什么什么つめ，这前面呢它要加那个一个两个的三个的那个数量词，表示第几个的意思。第几个，一个怎么说，ひとつめ，两个，ふたつめ，三个，みつめ，よつめ，いつつめ，むつめ，ななつめ，记得吗？一つ、二つ、三つ、四つ，这个要会数哦。我们都学了这么久了，我们上册那个时候老师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大家可以慢慢记。那么到现在大家记住多少了呢？至少前面四个要记清楚啊，一二三四，至少记四个吧。不要求太多。那这个如果大家实在记不住什么一つ、二つ这种说法呢，还有简单的说法，一番目，一番目，二番目，三番目，这是四吗？三番目，这个说法是不是就简单多了？比如说最近我在录那个小王子的这个音频嘛，然后里面就有他去第一个星球的时候，他去第二个星球的时候，一つ目の星，或者一番目の星，最初の星，二番目の星，二番目和二つ目是同样的意思，二つ目の星。好，那这个是表示第几个的意思。好，那单词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下我刚刚讲的那首歌吧。大人の階段登る那首歌。跑到哪里去了？这里。
好，那么我们来开始学习今天的语法部分。我们来看句型，标题也是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语法。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何々と何々。何々と何々。那这个と是什么呢？我直接看一下书上的解释吧。这个解释还是可以的。と呢，用于连接两个句子。这前面这个句子呢，可以是用动词的基本形，基本形就是这个る，这个原形。ル、す，也可以是它的ない形，否定形。何々ないと，也是非常非常用的非常多的。什么什么，它指的是只要做什么就会发生什么事，只要做 A 这个动作就一定会发生 B 这个动作，如果不做 A 这个动作就一定会发生 B 这个动作。我们一般是把它归类为条件状语从句，条件状语从句。但是跟大家说条件大家也搞不清楚了什么是条件，因为以后我们会学到这个表示假设的假设的状语从句。其实在我们汉语看来都一样啦，所以 to 就是我们学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以后我们会学到 ba 还有 nara 还有 tara， 他们四个表达非常的相似，所以很多学的同学呢都非常学到后面非常的混乱，到底什么时候用 to， 什么时候用 ba， 什么时候用 tara 或者 nara。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学习第一个 to。好，那么大家要重视这个语法啊，一定要学得非常清楚，以后才不会混。那 to 呢，它用来表示什么呢？表示恒常性的状态、真理、反复性的状态、习惯等等。我们先学一下这个一般意义上我们学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会告诉大家记哪一些。好，那第一个，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ボタンを押す表示按钮。电源が入る，电源，你看电源，有电进来了。电源が入る，就表示电源接通了的意思。电源が入る。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只要按下这个按钮，电源就会接通。只要按下这个按钮，电源就会接通。那么书上解释为呢，是一个恒常性的状态。什么叫恒常性的状态啊？就是说我只要触发 A， 就一定会产生 B 这样的一个行为。只要 A 发生就一定会有 B 这样的一个行为发生，这个我们叫做恒常性的，就是反射动作的感觉。它一定是连接在一起的，恒常性的状态。那第二个，食べ物を食べないと人間は生き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如果不吃东西的话，那么人类就无法存活下去，人就无法生活，人就无法活下去。这是表示真理啊，世界上一些真理。刚刚有人说人被杀就会死。そうですね。这个确实也可以。怪怪的。那这个我建议大家记一个更简单的一个例句。叫做春が来ると花が咲く。春天花会开，你就记这一句话，春天花会开，春天来了，那么花就会开。那这是不是一个恒常的真理？像这种季节性的一个词，像生理现象什么命运的什么流转啊，就它都是一种真理，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个事实。那这种呢，我们也把它归到这种条件句里面，也是固定用 to 来连接这样的一个句子。你不用 to 就非常的非常的有违和感。对，好，私はその店へ行くと、その店へ行くといつも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那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反复的一个状态。习惯性反复的状态。还有一种呢，就是 to 还可以表示由于某个行为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とデパートがあります。
如果你沿着这条路，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哎，你就会看到一个百货商店。它一般会翻译为只要就，那只要就，这其实是比较贴切的一种条件状语的一个翻译，只要就。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翻译成如果就，如果就，就会比较有点像假设的那种感觉。好，那么还有一个禁止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后面这样的用拖来表述的一个句子呢，它后面不能是表示个人的意志、愿望或者是要求、劝诱等等内容。 OK， 所以前面不能是，后面不能是行きましょう、行ってください、行きませんか，都是不行的。它只能是一个陈述句，只能是一个陈述句。OK， 分かります。好，那么这个拖呢，以后我刚刚也讲到，以后我们还会除了拖，我们还会学到ば、たら、なら，一共有四个非常类似的表达，它是都是表示条件或者是假设的。你如果百度一下，会发现它超级多讲这个的区别的文章。那么大家，我们现在学第一个拖的时候呢，只要大家记两个就可以，一个是两个句子，你就记两个句子。第一个是春が来ると花が咲く，第二个是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什么、水が出る之类的。 OK， 你只要背这两个句子。因为这四个表达中，这四个表达它有很多句子是我可以用这两个，或者有一种表达我可以用这两个，有个表达我可以用这两个啊，不是说每一个都分得特别的清楚的，但是它每一个都有那么一到两种独特的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拖，这两种场景是绝对觉得只能用拖，不能用其他的表达的，所以你只要记这两个就行。 OK， 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学到这四个中的每一个语法的时候，你只要记它那一到两种别的表达无法取代的用法就可以了。那碰到那种普通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可以常都是可以通用的。好，所以拖我们只要记这两个表达，春が来ると花が咲く，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水が出る，可能是一个什么饮水机啊，按下这个按钮就会有水这个喷出来。 OK， 好，お湯が出る也可以，那是热水。嗨，那么这两个表达记住。春が出ると春が来ると，嗨，没有写错。好，那这是と表示恒常性的状态，真理反复性的状态的一个表达。 Yes， 好，我们回到这个温馨的部分。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只要按下这个按钮，电源就会接通，你就会变成一个萌妹子。好，那这是一个恒常性的状态，我不按就不会发生，我只要按了就一定会发生，这个叫做恒常性的状态。第二个，そのパソコンはたまにフリーズ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のパソコンはたまにフリーズ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好，那这个そのパソコンは那个电脑呢？那个电脑会怎么样呢？たまに，たまに是什么？偶尔会。フリーズ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フリーズする，死机，偶尔会死机。ことがあります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学了何何他ことがありあ直接ある吧，何何他ことがある，这是表示有某种经历，有过某种经历的意思。
我去过日本，我吃过寿司，我什么？我谈过恋爱，对吧？哎，皆さん、恋を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啊？对吧？那这个就是有过某种经历的意思。所以这个当时我就特别的给大家强调这个前面的这个他的。ことがある前面一定要是加他才是指有过某种经历的意思、哦、好多汪啊汪汪汪那么呢今天我们要学的是る る如果你ことがある前面加的是る的话呢它是表示、有时候会怎么怎么样有时候会什么什么このパソコンたまにフリーズ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我这个电脑呢，偶尔会死机，有时候会死机，明白吗？有时候会死机。例えばね、私日本語、10年以上勉強していて、まあ、たまにカタカナを、思い出せ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たまに、その日本語の言い方忘れることがあります。有时候我也会忘记这个东西日语怎么讲。有时候我也会想不起来片假名怎么写。OK, 分かる？たまに思い出せない就是想不起来的意思。たまに、カタカナを思い出せ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这表示有时候会。那么这个ことがある呢？有时候这个こと也可以切换成時，其实也是可以的。フリーズする時があります。也是可以使用的。好。忘れる時があります。よし、那这是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表示有时候会发生某种情况。有时候会发生某种情况。はい。はい、那么接下来。バさんはとても上手にレポートをまとめました。バさんはとても上手にレポートをまとめました。哎，我突然发现到下册以后，它中间不空格了。上册的时候，它每个助词会空一下，让大家比较清晰的可以了解它的结构。那下册已经不空了。好，那么小马呢，非常高明的，非常厉害的整理好了这个报告。レポートをまとめる、レポートをまとめる、就是汇总了这个报告，汇总了报告。小马非常上手に非常好的这样汇总了报告。那么这里呢，我们要学的是形容词的副词性用法，形容词的副词用法。形容词，但是形容词也分两种，一种是一形容词，一种是。我们直接称为一形容词和那形容词吧，就是一类形容词和二类形容词。为了我觉得就是叫一形容词和那形容词比较简单一点啊。好，就一形容词和那形容词。那么一形容词如果它用来修饰动词的话呢，用来修饰一个动词的话呢，它会变成く，把一变成く，把一删掉变成く。如果是那形容词的话，后面直接加に。OK, 分かる？比如说快点快点来。早く早い变成把一去掉变成く。早く来る。这是快点来快点来。比如说快点起床。早く起きなさい对吧，早く起きなさい。早く来てください。请快点来。早く来てください。比如说吃的很香，吃的很香，美味しく食べる，美味しく食べる，那也可以。再比如什么呢？还有什么常用的？早く，你用这个也可以，但是一般都不太写这个速字，一般都写这个早字。其实无所谓。寂しくなる寂しくなる寂しくなる不是修饰动词，它是なる的用法，它是なる的用法。还有比如说うまく就是说我刚刚说的嘛，うまくできるうまくできる
就是指很好的做完的意思，很好的完成。うまいま、うまい把 이 去掉变成く。うまくできる、うまくできました。嗯，完成的非常顺利。うまくできました。好，那么那形容词，加上形容动词的时候呢，我们用に，比如说静静的，静静的等红包，静静的等待投食。静かに。待つ。我就是静静。静静在等，在等投食。我就是静静。静かに待つ。静かに。静静的在看书。静かに本を読む。嗯。わかった？好，那么这是这个形容词在修饰一个动词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的方式，它的一个接续的方式，非常简单，一变成く，然后那形容词后面加に就可以了。Yes， 那么接下来，リ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リ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リ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でしょうか？它其实是动词加でしょうか。我们看啊。这其实算是一个敬语动词。有同学说没有汉字的动词很可怕，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它的汉字。你见过它的汉字以后，你会觉得啊，我情愿还是写假名算了。它不是没有汉字，它是不想让大家太劳累去写那个汉字，因为太难写了。你见到它的汉字才叫真的可怕。OK， 动词加一般我们动词这个 ます 型嘛，就动词 ますか，它有一个敬语，它的一个敬语的形式可以叫做动词的原形加でしょうか。好，这是它的一个敬语的形式，稍更加的礼貌，更加的郑重，更加的尊敬一些，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简单。但是前面的这个 maska 呢，它是动词要变成 mas 型的，但是如果是 deshoka 的话呢，它前面是原型，它是不需要变成 mas 型的，它是原型，这个是要变成 mas 型，所以卡住了。リ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那么它如果是非敬语的一个形式，也不是说非敬语吧，它就是直接用 mas 型的话，它应该是リさんは来ますか，对吧？リさんは来ますか，小李会来吗？那么可能我的正在说话的对象可能是部长啊，或者是社长啊，这样比较尊敬的人物。リ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リ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那用一个稍微敬语一点的表达，把来ます变成来るでしょう。来るでしょうか。好，那么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敬语的表达。好，那我们看对话。假说，すみません、市役所へはどう行くんですか？大家可能又要说，市役所へは、へは是什么东西？我发现书上很多东西它很多东西它用了又不给你解释。我稍微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如果我们用一个正常的语序去描述这样的一句话的话，一般我们会这样子讲，どう或者どうやって啊，这样可能大家了解清楚一点。どうやって市役所へ行くんですか？行くんですか？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的句子呢？どうやって市役所へ行くんですか？怎么样去这个市政府呢？日语的句子，它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成分啊，除了这个谓语的部分，谓语是一定要在最后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每一个成分啊，比如说还会有一些宾语啊，但是这个句子没有宾语嘛，它是一个自动词的谓语句，它都可以提到最前面。当你把句子的任意一个成分，除了谓语的部分，它都可以提到最前面。去当做一个话题来强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
把这个市役所，因为我想我在问路，我想强调啊，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我要强调这个地点，我可以先把这个地点提到最前面。市役所へどうやって行くんですか？那你要把它当做话题，我们讲过，任何话题用什么提示？用哇，对，所以大家用大家对于哇最常见的一个解释就是强调嘛，强调，其实它是提示话题的意思，所以我们句子中的任意一个成分都可以调到句子的最前面，然后呢，啊，记得调的时候要把它的助词也带走啊，走的时候不要把包包忘记了，这个非常重要。那把它的助词带走，那么后面再加上哇，把这个东西，你可以认为是强调它，对，所以就是市役所へはどう行くんですか？どうやって行くんですか？明白吗？嗯。但是要再说一下的就是，当你把这样的一个成分提到最前面去啊，当做一个话题去强调的时候呢，你要带着它的助词，对不对？这时候就会很多的出现什么 eva 啊 ，deva， 你哇这样的一些叠的一些助词，这是不能去掉的，它就会变成一个叠加的一个助词，是不能前面是不能去掉的。什么可以去掉？嘎可以去掉，哦可以去掉，这两个是可以去掉的。所以你把宾语提到最前面的时候，是可以去掉，是一定要去掉的，不是说可以去掉，是一定要去掉的。嗯，比如说，在这里不可以抽烟，在这里不可以抽烟。ここで、タバコを吸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ここで也可以，我就用这个句子吧。タバコを吸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いけない，不能在这里抽烟，对不对？那么我在这里啊，强调一下タバコ这个部分好了。那我把タバコ提到前面。那我强调タバコ不可以抽，那我可能可以意思就是，哎，你别的东西可以抽，你可以抽个雪茄什么的，但是烟不行。虽然这个有点不符合常理啊，但是啊，因为一时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好的比喻，就随便比喻一下。好，那我把这个タバコ这个部分啊提到前面，比如说不可以在这里吃榴莲，因为榴莲太臭了，不可以吃臭豆腐，嗯，怎么样都可以。那么我们把这个部分提到前面，タバコ，我要把お也提过来，但是お呢，它碰到哇的时候，它会被哇吃掉。O和嘎都会被挖吃掉，都会去掉。タバコはここで吸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いけない。嗯，明白了吗？你只要把你要强调哪个部分，你就把这个部分提到最前面，然后加一个挖。如果是其他的助词，什么からまで全部都要保留，但是如果是 O 和嘎，全部去掉。好，那么这个啊，强调的这样的强调句子的某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用法呢，我给大家稍微讲到这里。这个可能我今天翻了一下书上没有讲，所以顺带给大家讲一下。好，看他的回答。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とデパートがあります。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的话，你看这个。这些助词的表达什么的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再强调啊，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是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お一定是お，因为它是移动的场所，经过的场所。この道をまっすぐ笔直行くと，你沿着这条路一直笔直往前走的话呢，就会デパートがあります，你就会看到那里有一个百货商店。他不会说看到有一个百货商店啊，他就说有一个百货商店。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有一个百货商店。嗯，市役所はその隣ですよ。市政府呢就在那个旁边。嗯，好，这里用的拖啊，这句话也是这句话的这个拖的使用也是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这个指路的时候，我们也是基本上都是使用拖，基本上都是使用拖。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とデパートがあります。右へ曲がると。コンビニがあります。あ、这个也是使用と。OK? 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谢谢你。うん。接下来第二个。朝ごはんは毎日吉
ちんと食べますか？朝ごはんは毎日きちんと食べますか？你看这一句话就是非常典型的，把这个朝ごはん提到了最前面，当一个这个主题。本来应该我们按照我们以前学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语序，应该是毎日きちんと朝ごはんを食べますか，对吧？那么我们为了强调，哎，早饭你是不是每天都吃啊？那我把早饭放到最前面，朝ごはんは把を去掉变成は，朝ごはんは毎日きちんと食べますか？早饭你每天都好好的吃了吗？你每天都好好的吃吗？きちんと是表示一丝不苟的，非常严谨的，一餐不落的吃。きちんと。OK。ええ、でもたまに食べ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嗯，但是呢，偶尔也会有时候不吃，有时候不吃。食べ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ない形和动词的原形加ことがある，表示有时候会发生某件事情，有时候会做某件事情。好，接下来，啊，雨ですよ。啊，下雨了。啊，雨ですよ。啊，下雨了。本当ですね。啊，真的呢。早く家に帰りましょう。哎，那我们快一点回家吧。早く家に帰りましょう。嗯，你看他用他早く，他也写的是早字。虽然我们就说啊，我们快一点回家，但是一般不会写速字，都是写早字。早く家に帰りましょう。那我们快点回家吧。帰りましょう是我们上一节课学习的，哎，这个意志型的一个敬语的表达。帰ろう变成ます型，帰りましょう。帰りましょう。好，那我们快点回家吧。早く家に帰りましょう。好，最后。すみません。ばさんはどちらでしょうか？不好意思。ばさんはどちらでしょうか？どちら？这里是。どちら是どこ的意思。ばさんはどこ？小马在哪儿？でしょうか？你看他既然用了这个でしょうか，那么他就是前面他一般也会用这个敬语的形式。你不能说前面我非常吊儿郎当的，突然来一个でしょうか，这样就会有违和感。所以你一直前面也是敬语，どちら用了どこ的一个敬语，那后面呢でしょうか用了ますか的一个敬语。ばさんはどちらでしょうか？啊，ばさんはさっき出かけましたよ。ばさん他さっき刚刚出かけました，出门了，出去了。嗯，ばさんはさっき出かけましたよ。啊，不好意思，请问小马儿在哪儿啊？小马刚刚出去了，出门了。Yes。好，我们来看这个对话。散歩。北京分公司附近呢有大小不一的各类公园，有的公园里还有用混凝土做的乒乓球台。有一天吃完午饭以后，森和小马在公司附近散步。我发现这个第二册这个下册开头都是讲中国森在中国的一些见闻呢，还挺看在日语讲这种中国的一些事情啊，感觉蛮有意思的。好，那么首先小马呢说啊，两个人走到一个公园附近啊，小马说，ここを曲がると小さな公園があって、子供たちがよく卓球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よ。啊，我们先看前面半句，嗯，ここを曲がると啊，你从这里拐过去的话，ここを曲がる，嗯，从这里拐过去的话呢，小さな公園があって。其实小さな公園がある，你从这里拐弯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公园。那么这里貼形呢，只是单纯的连接这两个句子啊，连接这两个句子。你如果只用ある的话，那你就是说我这个句子结束了，就是一个句号了。但是我们中文的话，你用中文去考虑，它如果用あります也可以，但是它可以把两句话连起来，连起来怎么连呢？把这个把这个原型变成贴形，就可以把这个两个句子连起来。嗯，公園があって子供たちがよく卓球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よ。那么孩子们呢？よく这里的よく是表示经常的意思，表示频率高的意思。孩子们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哦。卓球ですか？哎，桌球吗？公園で？在公园吗？啊，你看他其实是。公園で卓球ですか？那么日本人他是他他
他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语序他会倒过来。哎，卓球ですか？他会把他先觉得惊讶的东西脱口而出，然后再补充一些东西。哎，ここですか？哎，哎，公園で？啊，他会啊连这样连续，可能会有一些连续发问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他没有说考组织好语言再来讲嘛，他就是哎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哎，卓球ですか？公園で？啊，他觉得嗯，打乒乓球吗？哎，在公园？嗯，那他可能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倒装的一些提问的形式，嗯，这更显得这是口语中的非常自然的一种表达的感觉。那么这个不用刻意去学习了，以后大家熟悉了自然而然也会这样子讲的。哎哎，吃饭吗？哎，在这里吃。嗯，都会自然的就会有这种表达出现。嗯嗯，好，小马说，嗯，そうです。その公園にはコンクリートでできた卓球台があるんです。是的，その公園には，在那个公园里呢。その公園に，这个哇是强调的，也是说把这个部分提到最前面来做强调。その公園にはコンクリートでできた卓球台があるんです。concrete 是混凝土，何々でできた、A でできた、B， 就是说由 A 做成的 B 的意思，由 A 做成的 B， 由 A 组成的 B 都可以，比如说。纸做的杯子之类的，紙でできた、コップ。那么有一句话说是，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女汉子是水泥做的，对不对？所以可以说，女人是水做的，或者由水做成的女人吧。嗯，水，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下怎么说，水でできた。女，泥是叫做泥，泥就是泥巴的意思。泥でできた男，コンクリートでできた女汉子。女汉子可以叫，有好几种说法。親父女子，親父女子，助監士。我觉得助監士怪怪的，但是确实也有人。我在日剧里有看到有人用，我要记就是也是我在日剧里看到有人用，啊，表示这种女跟女汉子的感觉比较类似的一种词。嗯，女は水でできた、男は泥でできた、我要记就是はコンクリートでできた。好好厉害的感觉。嗯，好，好，那哪里去了？その公園にはコンクリートでできた卓球台があるんです。你看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存在句。公園に卓球台がある。は是用来强调前面的公園に，所以是公園には卓球台でできた卓球台コンクリートでできた卓球台があるんです。在那个公园里有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コンクリートの卓球台。え、水泥的乒乓球台。へえ、面白いですね。え、真是有趣啊。ええ、卓球をしているときにいつでもできるんです。え、卓球をしたいときに、在你想要打桌球的时候，いつでもできるんです。不管什么时候，いつでも就是无论何时的意思。いつ就是何时。いつでもできるんです。无论何时都能做到，都能去打。たまに公園のそばを通る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が、必ず誰かがやってますね。我们这个句子有点长，我们先看啊前面半句。たまに公園のそばを通る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が、公園のそばを通る表示经过公园的这个边上的意思，经过公园的边上。たまに偶尔。
偶尔呢我有时候会经过公园的边上，你看通ることがある，动词的原型加ことがある，表示有时候会。那么我有时候呢偶尔会经过公园的附近，んですが表示这前面半句都是铺垫完了，我要说什么呢？必ず誰かがやってます，一定会有人在那里打。誰かが是表示有人在，不是誰が，不是谁在，是誰か。誰か表示某人的意思，某人、某个人、有人。誰か不确定的某个人。好，必ず誰かがやってますね。やってます就是知ってます，知ってます，知っています就是卓球をしています的意思。那你前面不加这个卓球を的时候呢？我们やる和する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嘛？やる和する是同样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前面没有讲一个，没有把这个宾语说出来的时候，你直接用誰かがしています，感觉有一点违和感啊。平常我们讲单独使用这个做这个词的时候，可能还是やってます，用的多一些。やります，やります，私がやります啊，我来做，我来做，私やります，那这个时候用やる这个词可能多一些。好，接下来那看着前方。ここから300メートルほど行くと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があります。又出现了啊，指路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什么と什么什么。ここから从这里开始300メートルほど行くと，从这里开始呢走300米左右300米ほど。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ほどへぐらい，ほどほぐらい，它都是表示多少多少左右。那么在书上呢还特意的写了一个辨析，什么时候用ほど，什么时候用ぐらい。那么我建议呢，大家如果是在讲到数量词，ちょっと待って数量词后面加一个什么不定左右的这样一种感觉，大约左右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都用くらい。用くらい就不会错。ほど是什么？ほど它说到底是一个表示程度的词，它就是一个程度的意思。当然有很多时候都是可以用ほど的，但是有的时候又不能用ほど。比如说我们书上讲到，它如果是表示一个序列当中的一个点的时候，它是不能用ほど的。那你要去理解序列上的一个点，我要跟你解释半天，还不如不要用，反正都一样嘛。而且你用ほど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特殊的语感在里面的，所以我没必要去用这个ほど。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呢，假如说你要用一个数量词，你觉得是在这个东西在大概在2公斤左右吧，大概是100块左右吧，那这时候我建议大家都用くらい。ほど是什么？ほど它经常用于几个固定的一个表达，一个是比较，我就不写了，这写不下了。日本は中国ほど大きくない，对吧？中国比日本要没有那么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大。ほど死ぬほど疲れた，我非常的累，我有多累呢？程度死ぬほど，我累的都要死掉了，我要累死了。死ぬほど疲れた。那这个时候一定是ほど不是ぐらい。还有すればするほど楽しくなる，日本語を勉強すればするほど楽しくなる，難しくなる感じがします。日语呢越学越开心。日语越学越开心。那个すればするほど这种固定的表达我们用ほど。还有一种就是为什么我说它经常用来强调程度？它有一个经常あれほど，あれほど什么什么のに这样的一个表达，我都那样什么什么了。あれほど言ったのに，あれほど言ったのに，我都跟他说的那么多了，我都跟他说的那么清楚了，我都跟他说的那么多遍了，他还是犯了这样的错误。あれほど言ったのに，他还是犯错了。那这个时候あれほど就是那个程度，我都说到那个程度了，这种感觉。所以ほど我建议大家
把它用在这个都用在表示程度相关的一些表达里面，尤其是我刚刚说到这几种固定表达，它是一定是用ほど的。那么数量词这种简单的这种非常简单的这种表达的时候，杀鸡焉用牛刀，大家用ぐらい就好了，也免得避免这种用ほど的一些错误。好，那么这是我的建议啊，我就 不给大家细讲什么是序列中的一点了，我觉得好麻烦。那我平常使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固定表达用ほど，不是固定表达光是数量词我就用ぐらい，反正不会错。好，那么接下来ここから300メートルほど行くと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があります。那从这里开始呢走300米左右呢就会有一个运动中心。大家如果一定要知道你可以看书上解释，书上有解释的。书上的解释在哪里？书上解释啊，反正书上有解释的，你们自己看吧。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有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平常又用不上，你平常真的是用不上，白白的占用你的脑容量，本来单词都记不住，语法都搞不明白，还要去记这些又用不上又很难理解的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好，那么继续啊，在词语讲解的四是吧，啊，大家翻书看一下。好，スポーツセンター、体育中心、誰でも自由に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誰でも、不管是谁、无论是谁、自由に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我发现这个こと越来越多的出现啊，大家可能有点搞不清楚，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用法了。何々ことができる，这里是单纯的是一个可能态，可能的一个表达。ることができる是表示可以怎么怎么样。自由に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就是可以自由的使用，能够自由的使用。でしょうか，可以吗？就是でしょうか，就是ますか嘛，就是ますか的意思。那是不是谁都可以自由的使用呢？誰でも自由に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誰でも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这个誰でも也可以，誰でも也可以啊，两个念法都是可以的。誰でも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不管是谁都可以使用的。这个动词的原形加ことができる，大家可以去上册翻，上册的前半册就会学到这个语法，我就不多讲了，就非常初级的一个语法了。ただし有料ですが，不过呢，我要补充一个条件，谁都可以使用，不过呢，要收费的。有料ですが，这个が也是表示这个转折的意思，转折。ただし有料ですが，バさんもよく利用するんですか？小马，你也经常去使用吗？你也经常用吗？其实就是你也经常去吗？对不对？那ですか也是进一步提问，进一步希望对方解释说明。ですか？たまにプールで泳ぐことがあります。这里ことがあります呢，就是有时候会怎么怎么样。我有时候会去这个游泳池游泳，会在游泳池游泳。でも会員カードじゃないと会員じゃないと，但是呢，如果不是会员的话，会員じゃないと夜8時以降は，你看我刚刚说过了，这个以降呢，它前面一般都是 直接加一个名词，直接加一个名词。你看这个8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名词。夜八時以降は八点以后，晚上八点以后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んです。就不能够再使用了。だから会員になろう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所以我正在考虑去成为会员。我正在考虑加入会员，成为会员。ようと思う。ようと思っている。我们上节课学过的这个一个语法，动词的意志性加上と思っている，表示我的打算、我的想法、我的意志，我将要去做的一个事。好，所以连起来，但是呢，不是会员的话，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能使用了。所以呢，我正在考虑去成为会员。
充钱才会有力量，对不对？不充钱怎么会变强大？好，接下来会員になると何か他にも特典がありますか？あるんですか？会員になると、如果成为会员的话，何か他にも有没有什么别的？有没有什么别的特典があるんです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这个优惠？我觉得这用特典有一点怪怪的。这个特典我感觉还是经常用在这种什么游戏的特点上面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用在这种表示这种 service 的这种感觉上面。嗯，不过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嗯，好，表示特典表示优惠的意思。那么，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优惠呢？会員の家族も安く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会員の家族、会员的这个家人也可以、も也可以、安く利用する、安く利用する、便宜的去使用、便宜的去使用。这里是安く、安い、变成它的く形做副词、修饰动词。安く、安く利用する、便宜的使用。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可以做这件事情。会员的家人也可以便宜的去使用它。好，那么走了一会儿，森说：“今何時でしょうか？”那现在是几点呢？其实这でしょうか就是ですか、ですか。OK， ですか的这个敬语是でしょうか。ますか的敬语也是でしょうか，但是ますか它是动词加でしょうか，ですか是名词加でしょうか。OK， 都是でしょうか。もうすぐ1時15分になります。もうすぐ快要到某个时间。快要到1点15分了。もうすぐ1時15分になります。じゃあ、早く帰らないと午後の会議が始まりますね。那么、じゃあ、早く帰らないと。不快点回去的话、午後の会議が始まります。不快点回去的话呢、下午的会议就要开始了，看来他们是中午吃完饭在外面散步哦。早く帰らないと，嗯，耐心，动词的耐心加上と，表示不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怎么样，不早点回去，下午的会议就要开始了。はい、以上です。果然还是拖堂了，这个 flag 不能乱立啊，我下次不说了，每次说完就拖堂。はい、じゃあ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好，我们明天我看一下，我明天要学什么？明天啊，明天简单简单，明天应该不会拖堂了，明天应该真的不会拖堂了啊，单词也不是很多嘛，嗯，大丈夫です。好，厕所还没上，赶紧去。はい、じゃあ皆さん、おやすみなさい。じゃあまた明日。じゃあね。また明日，明天晚上八点钟，不见不散。小さな部屋に飾られてる